烦呢，我被等起啊。小玲啊，啊以后我敢还阁有法度见到你？会用啊，我下课的时阵就会回家过，我拢会叫你啊。真实的哦，你不用骗我。大哥哥。大哥哥，来。老爷爷那边，奶奶我被炸了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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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爷。再见。那个小朋友像，你叫做小林，今年五岁哇。我咧想，秋瑶若是无死，伊会差不多，我应该差不多才大。离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没跟妈妈参详？你敢知道秋美很生气的？妈，我才刚回来而已，别跟我说秋美的事情。啊，不然你现在是要打算安怎哈？我已经搬回来住，啊，若找找秋哥的事情，我是袂放弃的。你现在已经大人啊，真多事情我拢无法度管的。不过秋美这件事情，你应该好好解决。你敢知影？你刚离开陈家，秋美伊足生气的，伊甚至要叫人对付。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妈，你听到伊讲什么？无什么啦。迄天秋美伊是伫个红火头啦，所以讲话甲行为难免会较激烈啦。要不咱人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卡虽然是逼秋美逼到伤厉害。妈妈怕伊会做出失去你弟的代志啦。啊，对啦，迄天伊拄仔离开，啊，小芬为着要入二，为楼顶跋落来呢。爸爸在哪？小芬，阿妈讲，你为着要爸爸手受伤啊，有要紧无？我手足疼，爸爸。你慢走，姥姥来照顾我。你莫跟妈妈离婚，你跟妈妈离婚，小芬要安怎？文华，你看小芬还阁较细汉，你若真是跟秋美离婚，那安尼小芬都变成一个无爸爸的囡仔，安尼你敢忍心？为着小芬。你搁忍一下好不好？我得受着小芬，才会忍到今嘛。我得受着小芬，才会老到今嘛。以前一切，在我脑海内，我无法度袂记的。甲一个骗我的人带做伙，我实在无法度忍受。请你体谅我的感受。妈妈知影你的感受。严格咱做人，袂用太过自私，嘛袂用家己为家己设想。毕竟，你已经有小芬了，你搁安怎无去介意秋美？要不小芬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对伊是有责任的。文华，你搁疼妈妈一摆，嘛是给你家己甲秋美一摆的机会。留落来，爸爸，你莫走啦，小芬会乖。请问，你们跟妈妈离婚好不？小芬，来，小林，爸爸带你来接你喽。妈妈，我在修理呢。妈妈，你是安娜妈妈。
里哦。我的目睭愈来愈害啊，卡苏，我若真是看袂到，到时阵，莫讲是照顾小玲，恐惊着基本的生活，嘛拢会有问题。那安尼，小玲要安怎？敢讲要跟我做伙吃苦？妈妈，你哪会去看我？妈妈，伊想着讲，我应该爱食药啊。那安尼，我帮你去摕药啊。小玲，是安怎你会这么捌代志？妈妈一想着讲，得要甲你分开，妈妈真是足唔甘的。有啊，刚还有水来了。等一下哩。喝水。妈妈，你爱洗澡啊？你会袂再好？妈妈，你哪会去考？是不是有我上课？你可无佮意食？你妈妈，你爱忍耐。等你把药仔吃完，你会袂再好啊？会啊，妈妈会暗时吃药啊。那安尼，妈妈的病真紧就会好啊。嗯。小玲，你是不是真是就想要看到恁爸爸？是啊，我就想要见爸爸的，妈妈。大家，我若是讲到爸爸，妈妈拢会哭。妈妈，你莫哭。如果你若是无好，小林见爸爸，那安尼我莫见啊，我要见啦。小林，妈妈哪会无希望讲你见到爸爸？见面啦，你会知影恁爸爸做到什么款啊？对对啊！小心，小东爱辛苦哦。好啊，卖算啊，去辛苦哦。我要搁顺去，等一下才去洗。等一下，水就冷去啊。阿春啊，带伊洗身躯，注意手哦。看到小芬遐尼古锥的模样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啦。也不过你甲秋美是大人的代志，即摆已经影响到囡仔。小芬是无辜的，我嘛无啥物伤害伊。也不过我甲秋美的代志。早晚都要解决。我就是伫咧烦恼济啦，我真实是无希望讲你甲秋美会离婚。也不过秋蓉若是倒来，伊嘛是有你的查某囝，你要放弃倒一边，拢无可能。安尼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劝你才好。我这是文化大厦啵，秋蓉为什么资格跟我比啊？你的心若是唔肯留。真多理由，最少靠你的人，若是要走。我这是文化大厦啵，秋月为什么资格跟我比啊？妈，拄则你讲遐话，敢若无啥对？我感觉你讲的这唔对，在我的心目中，秋月才是我唯一的家啊。
你甲我迄张结婚证书对我来讲根本无效，若毋是为着小芬，我才袂留在遮。那你讲起来，我可以甲你说多少？多少你无放下我，无放下这个家庭。文华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法律就是法律啦。不管行到倒位，我拢是你新文华的太太，就算你唔承认嘛无路用。干嘛呢？你我之间根本无夫妻生活。假使你这么介意做新太太，你就留在这继续做。新文华，你别再冤枉啦！既然有心要维持这个家庭，大家都别讲歹听话啊！文华，你就减讲两句。秋美，文华若是讲，你就别安尼硬气硬气，安尼就别冤家啊！妈，是文华对不起我呢。你唔好好苛刻伊，等到叫我卖应征，你安尼做敢会伤过偏心吗？你有教养啊无啊？哪会安尼对妈讲话啊？我对你性格付出的已经有够多啊！你若是希望我好了甲你性格每一个人相处，那安尼你好好对待我。假使你无把我当作是恁性格的一份子看待，凭什么爱我奉待恁性格每一个人啊？喂，喂，文华，是我。人来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第一个要求是，咱见面了后，你袂用问我住底，也袂用偷偷伫后壁缀我。啊，若无，我就永远袂甲你联络。秋哥，你敢要答应我？好，我答应你，袂问你住伫倒位，嘛袂甲你跟踪。第三个要求是，咱见面了后。你来将咱见面的内容，甲秋美讲。假使讲这三个要求你拢做会到，我就跟你见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紧甲我讲，你伫倒位，我想要见你。我就伫个顶间咱见面迄个咖啡厅的包厢等你。你即马随过来。我随来。秋月，伊甲你讲啥？我要甲秋月见面，我即马要出去。我跟你去。我有答应秋月，我要一个人去。等一下，你莫和我对，我也不准你去。我讲过啊，我要一个人去，啥嘛袂用对。现在可是秋月，你现在要回来，现在你们这样破坏我的家庭，我回应。
完啊，咱不应该搁活在过去。秋月，只要你愿意，搁给我一摆机会，一摆，我绝对袂可能离开我。你甲秋美，已经是阿妈母，我无想要搁甲你有任何的牵连。是这，我就无简单。才走出过去那段痛苦的日子，我不想要再一个承受那款的打击。秋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解释，也不过我甲秋月婚姻完全是一个错误。假使伊若是用查某囝脚绑掉的，阮两个早就离婚啊。秋月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摆机会，一摆，我绝对不让你离开我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。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摆机会，一摆，我绝对不让你离开我。我讲过，我跟你一世人已经无可能啊。今日我来找你，主要我是想要将你的查某囝还你。我的查某囝，对啊，咱有一个查某囝，伊即摆是不是足大汉的啊？伊真可爱，嘛真巧，伊是一个大家拢喜欢的囡仔，伊叫小林。小林，秋月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做一个好翁婿，我会做一个好爸爸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保护你，予你小可大幸福。你愿意好好照顾小林，我真欢喜。也毋过，我决定要将小林给你，是因为，是因为我要结婚啊。结婚？结婚？我的未婚夫人真好，伊嘛真爱我。哎，本来我嘛想讲要将小林带到我的身躯边，也毋过我想，若是带伊去男方的家庭，可能毋是真方便。而且小林嘛希望讲，伊的亲生爸爸会当伫伊的身躯边。所以我唔才决定要将小林献你，我相信你能让伊幸福，对吧？我唔相信，你是在骗我，你是爱我。人总是会变的，敢毋是？参照秋美，本来咱是敢那亲姊妹啊，上想会到。后来变个安尼，你别骗我，你跟我讲，迄个人是啥？你唔免问我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总讲一句，我已经找到我家己的幸福啊！你嘛要好好，好好珍惜你家己的家庭，咱拢有家己的路要行，一旦选择，就无法度回头。小林的代志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，等下咱甲秋美讲，
卡所以那是同意，我才会当放心将小林交予你。秋哥，敢讲我一点仔机会拢无？敢讲你已经不够再爱我是无？我的未婚夫人真好，我无想要让伊失望，嘛无想要伤害伊。要来安尼，要来安尼，我就无简单再找着你，我就无简单再找着你。我俩阵，我会甲你白条街弄，要来安尼，你过来变甲安尼。真啊，安怎都拢无法度挽回，咱应该好好珍惜咱身躯边的人。你嘛爱好好珍惜你的家庭，爱护秋美，爱护你的查某囝，搁有小林。阿老娃，就请你将我放袂记。既然你已经找到你幸福，好啊，那你我祝福你，我成全你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着你是我。找到你的幸福，好啊！我祝福你，我成全你。无话，多谢你。那你后日下晡两点？我会将小林带去买去恁家的迄个公园，甲你见面。秋哥，你等过你要对我，着急啦！秋玉伊会向我打电话找文华，一定是有重要代志要甲文华讲的啦。文华是我的翁婿，伊安尼走去找别个查某，我要哪会无着急嘞？文华，秋玉伊是毋是要倒来你的身躯边？你安怎甲伊讲的？文华，啊是安怎？文华，你讲话啊！伊到底找你什么代志啊？那是伊要转来你的身躯边，我是袂同意的，我是袂跟你离婚哦。你讲话啊！你到底讲啥嘛？你问煞未？卖阁讲啊，好不？秋哥，伊要跟小林交我，带转来请用。伊要嫁啊！你讲秋哥要嫁啊？真实的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伊安尼做，伊是爱我的啊！秋哥较素无白的查甫人，伊是安怎要骗你啊？我知影，伊讲的是老实话啦，因为秋哥伊是袂讲白贼的啦。本来我阁真敬佩伊，
一个查某人要带囡仔过生活，确实是无简单呐。啊，不过到尾哦，也是挡袂牢环境的压力啦。必须要找一个查甫人做瓦靠，嘛对啦。查甫人的青春有限，光去找人嫁嫁嘛好啦。你讲啥话？秋哥不是这种人。文华，秋哥，你敢真是甘愿囡仔害咱？唔敢讲安怎？敢讲要叫伊找一个地窖去嫁人？啊，不过话我先讲头前哦，我是绝对袂同意何小玲离婚的。你在讲啥？你即摆在讲啥？小玲是我的查某囝，伊理所当然就爱等我的身躯边啊！等来你的身躯边？你敢知影迄当时是安怎彩云阿姨会反对我入门？因为对伊来讲，我就是一个威胁。即摆同款的道理，我若是和小玲入门，你毋是搁较有理由，逐天伊去甲秋月见面，甲伊勾勾滴，伊绝对是想要利用囡仔来甲你办掉，我才袂会好食困。你点伊？秋哥从来唔捌安尼计划过，你俩阵大家拢安尼共款是无？秋美，你甲秋哥的恩怨是恁大人的代志。搁再讲，今仔代志会变到安尼，你甲我拢唔对。小林，伊是文华的查某囝，伊倒来文华的身躯边是应该啊。秋美，就算讲我这个大家拜托你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接纳小林好吗？妈，起来。无必要求伊啊！小林是我的查某囝，伊凭什么反对？我跟你讲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把小林接回来。好啦，啊，我答应嘛，因为，啊，不过你要向我保证，小林入门了后，爱对着我的身躯边，我来照顾伊。我要安怎管教是我的代志，你袂用插手。当然啦，我嘛能向你保证，我绝对袂苛待伊的。还有。以后你不准跟秋月见面，假使你会当做到够，我才同意和秋月的查某囝离婚。我们的家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你们来看我的手。你们要照顾我。妈妈，爸爸在哪一摇？咱们各分开好不？我同意跟我同学讲，我有爸爸，同学都袂搁错啊。爸爸回来了后，小英就是世界上上幸福、上快乐的囡仔。妈妈，爸爸敢会无理我？伊会听话无？爸爸若是无教我，要安那？爸爸当然足爱足爱你啊！你这样乖，这样捌代志。妈呢？我就欢喜耶。小玲，后日你特别跟妈妈分开啊，等去恁爸爸身躯边了哦。你得爱听话，爱乖哦。小玲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都爱听恁爸爸的话，知影无？嗯。还有，你爱记的，不管妈妈伫个倒位，妈妈永远、永远都会爱你。秀丽，知影无？妈妈，你讲话足奇怪呢。妈妈，你别祈祷。妈妈不会去倒位，妈妈要永远、
永远甲小林做伙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莫再是我，你是我。爸爸头脑到底写做啥物款？我若是有看到爸爸，我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。你卖问啊，来，你真紧，你会知影你爸爸写做啥物款吗？妈妈来给你乱套。情绪上欢喜，所以才会哭。妈妈，你莫哭啦，今仔日要靠爸爸呢，所以你也较欢喜啊。小林，这是妈妈甲毛祖伯求的花花袋啊！你是妈妈最爱的人，妈妈希望你一世人拢会当平安快乐。你得会记的，永远拢将这挂伫身躯顶，有听爱无？嗯。稍等一下，有一个姐姐搬来家，你得好好照顾伊哦，知影无？姐姐，多谢姐姐啊！就是恁爸爸伫咧外口迄个查某所生的姐姐啊，恁爸爸要家己接转来住。秋美，敢一定爱安尼甲囡仔讲话？我无爱迄个姐姐来住，爸爸，你甲伊赶走好无？小芬，爸爸甲你讲，迄个姐姐啊，生得真水嘛，真乖。你来好好照顾伊，好好相处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能变作是好姊妹，哈。我把迄个姐姐来住，姐姐一人，爸爸就袂听我。秋美，你是不是搁甲小芬讲啥物？我哪有啊？你无？你无伊要来这种反应？你问我，是你替小林准备这准备那，你偏心到伤过明显啊，青面才看袂出来。哦，秋美讲，小林那入门，伊会好好对待伊的。也不过伊即马这种反应，我实在足怀疑伊的诚意。文华，咱无时间好去想这个啦，要去接小林，时间到啊呢。小林，妈妈特别甲你分开啊。为着你人生的幸福和未来，妈妈必须要安尼做，请你谅解。妈妈，我跟你笑。哦。
平常时妈妈做工课无闲，我无带你出来耍。今麦爸爸得要回来啊，等爸爸若回来，咱的日子就会较好过啊。所以今仔日，你才带你出来佚佗。爸爸别等啦，阿妹，咱进去找爸爸。妈妈，我就是问问爸爸呢。现在就已经两点半了，敢会秋游伊反悔歪来啊？妈，你先莫遐尼着急啦，无一定是罗里太车，还是有啥物代志耽误。秋游讲要来，一定就来。我应答应过小玲玲吗？秋游伊若是唔肯来，迄是因家己放弃机会，以后莫阁甲我提起这件代志。秋游，你来啊！这是我的查某囝，小玲。小玲，这是阿妈，紧叫阿妈。阿妈好。来，叫阿妈看麦哈。小玲，阿妈看麦。小玲，现在做高精做事业啊。小玲，我是你的阿哥，知无？阿哥好。出乖。你甲囡仔教了足好诶，一看有足个代志，搁有礼貌，足得人疼。小玲，这是秋碧阿姨，是妈妈的妹妹。小玲，你好，我跟你妈妈从细汉就生做伙，阮是好姊妹啊。阿姨好。小玲乖哦。爸爸，你的是你的爸爸。
爸，我以为你是有出手还是无出手，原来你是做安尼哦，爸爸你做安怎呢？爸爸，你答应我，你卖离开我好不？妈妈若是讲着你，妈妈就一直哭。妈妈若是哭，我嘛就想要哭。爸爸，我就想你安尼。爸爸，你莫甲我离开好不？你永远甲我做伙好不？爸爸答应你，我以后袂阁离开你啦。以后我绝对袂阁离开你啦。爸。刚好我也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小林，你在家跟阿嬷跟阿姑算，妈妈跟爸爸还有阿姨，我有话要说。姐，恭喜你啊！总算是找到适合的对象，要结婚啊！是啦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已经想开啊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路爱行，将小林交予恁了后，我嘛会当过我家己的生活。天公伯啊，真正是创敌人啊！那时候啊，你说你有多爱文华，甚至为了文华还没结婚就生孩子，结果你现在说要嫁给别人，在文华身躯边的人全都是我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世界上无永远未改变的爱情，什么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姐，你说对吗？秋美，今天难得跟秋哥见面，敢一定就要说这个？我讲的是老实话啊，啊你若无介意听，就算拄煞，敢有需要遐尔生气啊？秋美，我敢若希望讲你会当好好照顾小林，伊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嘛是我唯一的牵挂。你若是会当好好对待伊，我会感激你。你放心嘛，不管过去咱有啥物恩怨，至少。我即摆已经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啊，金钱、权力、名声，甚至是红色。所以，就算讲我过安怎无度量，你讲的这点，我一定会做到到的。秋哥，你放心，小林交予我，我会保护伊。谁若敢欺负伊，我袂原谅伊。听你安尼讲。我都放心吗？秋美，过去的代志，我无想要搁再提起，因为迄拢过去啊。也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。什么代志啊？这是爸爸在生之前最后遗书，伊请欧龙先生交予我的。爸爸的遗书，内底写啥物？
爸爸回去内底，提起伊的亲生查某囝，也毋过无讲是你。你的心若是毋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目屎哭干。心若是。